未玩到啊！寻日玩咗一铺，但系冇咩发挥。玩咗铺冇咩发挥，好难有发挥嘅元素，都系要即系咩天时地利人和嗰啲，好难，真系好难。但系当然应该，如果你玩得多，就应该会有，总有即系一两铺咁样咯，应该会有噶啦之后。但系要等一等，即系我又唔想关晒帐，为咗玩元素，始终又冇即系沙摩柯啊嗰啲咧咁有睇头。三张天香。有嘅话都会出段片咁样咯，但系暂时就冇啦，真系玩得个一铺。乐不思蜀，佢宁愿要把三尖刀都唔要把麒麟弓喎，即系佢想短啲喎呢个张辽，呢个张辽同一般嘅男人有啲唔系好。正常想长啲啊嘛，佢又想短啲，都好笑呢个张辽。嗱，张辽主将系咩咧？唔出嚟卖血将国家嗰啲啊，国家曹丕、尼玛啊，尼玛。尼玛死啦！哇，呢个咁杀佢，呢个肯定系国家曹丕先啦，正。信不信由你啊！國家曹丕是哪只？哇，使乜咁啊？系落下你啊，大佬！好嬲啊！呢個三號位，我知你啊，我知你。都是放了 AOE 啊，咁多位点睇？大家点睇放了 AOE？ 唔想留，唔想留，哇！放了 AOE， 六皮狗放 AOE， 反正开咗五个风灯冇所谓，即系我啲队友应该都 OK 嘅 ，OK。放咗蓝牙三先，六皮狗放 AOE 啦，咁多位。预量定个天香啊，费事有咩豪敦啊啲乜嘢啊，不过冇所谓啊，之后先好冇。难买入侵，引下啲人出嚟先，咩万镬啊、假去啊，引一引先，系啦，引一引先，等佢哋咧互相即系互相嘲讽啊，呢个都系一个策略嚟嘅。欢迎 TK 八十好，你话放 AOE 好啊，我都中意。嗱系咪？嗱咁样引晒啲嘢出嚟啦，咁你咪打交咯。呢个都系一个战术嚟。跟住點解四隻危狗出曬嚟啊？乜正契弟司馬懿？四隻危狗，四隻危狗，冇辦法啦，係咪？啊，呢個好尷尬。要收爹啦！講咁多廢話。哇！真系艺狗弱智仔，真系一只艺。天命，天命，众将死战，非我之功。你奈我何？无懈可击。弱。喂，快 L 啲得唔得啊？下铺就下铺啦，但叫死呢条契弟好唔好？我哋跳危。大丈夫何惧？我哋系跳危啊呢铺。大丈夫何惧小？五隻艾狗啊，咁多位。哦。虽飞鸟，亦难觅踪迹。花香阵阵。烦 Q 到咧，落一落喺度，系咁打字，系咁打字。
弹 Q 死你！哈哈哈哈！呕心嘅绿皮狗啊，抵啦，去死啦！系咪我嘅队友啊？应该系我嘅队友嚟嘅。见到你系黑人憎，拉黑先。唔好讲咁多，快啲去死！我哋系一只伪狗嚟，我哋开黑啊！咁多位，我哋同魏国开黑。前尘往事，莫再提。哇，好呕心嘅群狗啊！群狗又喺度呕心人啊！咁多位，唉，系咁呕心人。快归众位，自负虽飞鸟，亦难觅踪迹。哎呀，我嘅绿皮狗队友啊，但司马懿咯，啊，留嚟司马。有事。冰凉寸断。冰凉寸断。你奈我何？曹丕主将系咪曹丕？其实恩基呢啲黑色兵系咪可以留一留咧？都可以留嚟下 round 对我。诶、啊？弹边个咧？你觉得？弹左慈啊？出来混，早晚要还的。铁锁连环。杀。AK。你推得死佢话你叻啊！俾个赞你啊！你推得死呢个假佢，俾个手指功你。喂，偷我咯！快啲偷我咯！拿来吧！九雷杀！魂聚则生。魂散喂，救一救绿皮狗得唔得啊？于家阿左慈得唔得啊？同根同心啊，我哋兵贵神速啊！咩啊？一系孙游，一系邓艾。孙游唔会啦，孙游出咗嚟嘅。虽飞鸟，亦难觅踪迹。应该邓艾，邓艾应该系。顺手牵羊。边个咧？张木牌，哇！感觉呢铺群雄要赢，危狗太弱。拿住拿住，你班危狗仲唔 PK？ 你班危狗仲唔 PK？ 拿住拿住。请休息吧。哇，仲有华佗 PK， 呢个咩啊？狮子皮。无中生有。我肉晒呢个系，欢迎 P 院队。咩玩完一排身份都系觉得国战最好玩。其实系嘅，其实系嘅。哇，正契弟阻威住我，不过唔紧要，其实。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中咗个兵，
即系我哋觉醒个意义又唔算话好大，有去开。病入膏肓，需下猛药。邓艾啦，系啊，正常。击鼓于此，以治四方。呢铺艾灸好难，呢铺艾灸好难。我哋啊，睇情况啦，呢、這个。诶，喂，挂多我一刀得唔得？挂多我一刀得我，等我咩？佢可能会挂鱼吉，佢唔会挂我噶啦，挂鱼吉。群雄劲呕心啊！最呕心嗰几只出晒嚟啊！华佗、鱼吉三只老鬼，华佗、鱼吉、左慈出晒嚟，三个老人家极度呕心。哎呀，点算呢？点算呢？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天命。不过唔紧要嘅，我哋有华佗喺度，又唔系好惊。欢迎安达，系啊，好忙。好忙，过河拆桥，拆个落。其实邓艾出嚟冇乜用，讲真，呢个位艾灸应该冇得打噶啦，顺手牵羊，打唔赢，太呕心啦呢个群雄。幻化于阴阳，藏匿于乾坤。绿皮狗嗰两只又好呕心，群雄嗰两只又好呕心啊！真系难玩啊！真系，唉，真系难玩。大乔应该第一个死嘅，如无意外。OK 啦 ，OK 啦，系啊，冇新嘢学啊，冇咩学嘢，无懈可击，冇呢个兴致啊，暂时。何拆桥？以逸待劳。哇！以逸待劳抌两粒土，左慈会清场啊，感觉有机会啊。你见到司马恩基全部攞兵啊，呢、這个位左慈要清场啦，群雄赢啦呢铺应该。伯父，你不狂龙有眼。神仙比丧命更痛苦，比死亡更恐怖。雷杀，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不过艾灸唔识玩啫，挂刀曹丕翻咗呢个左慈啦。佢唔识玩。藏匿百鬼咒魅，自负剑情。三井死，谁敢留你到如今？比丧命更痛苦。真系弱鸡啊！呢个艾灸，真系弱鸡。留得良田在，大丈夫勤于事，破敌自当志在天下四方。万箭齐发，闪！留得良田在，闪！何愁不破敌？幻变迷踪，虽飞鸟亦难觅踪迹。冰凉寸断，
佢都有幻嘅，呢個冇分別嘅。幻變迷蹤，都係冇分別。雖飛鳥亦難覓蹤跡。清講。International assignment 冇冇冇。順手牽羊。幻變迷蹤，雖飛鳥亦難覓蹤跡。哪裡走？誰佔到先機？谁就胜了。哪里走？杀！来去无踪，众位诡异。你公司有啊 ？MNC 嗰啲会有啦。魂与化油，以辅四方；幻化于阴阳，藏匿于乾坤。一张杀都冇整体啦，应该死噶啦，可能我应该死啦。幻变迷踪，虽飞鸟亦难觅踪迹。玩唔到呢铺，来去无踪，玩唔到。众位诡异，无懈可击。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搞可以诶，呢个诶，弦音袅袅，花香阵阵。流放已经是最大的仁慈。公瑾，助我决一死战。孙家天下，孙家兵，成就千秋，万世名。击鼓于此，驰骋四方，快哉，快哉！不思蜀九杀，吾等戮力同心，定能回天转日。百鬼众魅，自负剑行。幻变迷踪，虽飞鸟亦难觅踪迹。过河拆桥。好呕心啊！大家斗呕心啊，知嘛？噶斗呕心。幻化于阴阳，藏匿于乾坤。没杀。妙手仁心，药到病除。幻变迷踪。感觉呢个群雄要瓜老陈，大家点睇？经过我哋一波嘅调教，呢个群雄要 GG 啦。你留咩都系冇噶啦，冇分别。孙氏英烈，必有江东。幻变迷踪，虽飞鸟亦难觅踪迹。可能要死啦！呢个华佗，呢个系啊，呢个华佗。南蛮入侵，啊，挂老陈。
哇，都尷尬呢個位。若有若無，美人香。魂與化油，以撫四方。殺。閃。都係尷尬。百鬼眾魅，自負劍行。九杀，闪，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伤不到我，尔等看好了。雌雄剑，杀，建功立业，闪，封妻应子。正其时也。杀。应该死了。因为他刚才有应该会吃土，他不会这样扔牌。我的时辰，我来为你入殓，无中生有。知己知彼。过河拆桥。契弟，死了，这样喂。顺手。诶，送到冠石库，佢唔留翻下啦。哪里走？GG啦，咁多位。GG啦。尔等看好了。尔等。击鼓于此，以至四方。唔好够牌喎嘛？唔好够牌。乐不思蜀。稳一稳阵啲好冇？唔好够牌呢个位，等下一 round 先。我而家火攻自己唔够牌。都系唔够天香喎，正契弟。好危险啊！我俾佢信咗天香个瓜老衬噶啦呢铺。系咪应该留走？但我唔想俾佢摸走。顺手牵羊，留一留先。助我背水一战。反正我哋唔急。我要確保我起碼三張天香，咁我先夠膽彈佢。唉，好危险，得个一张天香，好危险啊！咁多位。
占到先机，谁就胜了。孙氏英烈，庇佑江东。好惊啊，大佬！好惊惊啊！一把刀都摸唔到咩意思啊？呢个系。诶，点算呢？哇，冠石斧又俾人摸咗，不过佢可能有走啊呢、這个位，可能有走。我哋留把象拔啦，都系好唔好啊？青钢剑费事俾佢拎，反正我哋大优，对面一个白板。过贼呢？过贼在哪里啊？自信啊，咁多位。大丈夫行于世，自当志在天下四方。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继续屯田啊！继续屯田。压车啦佢！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小叫好呕心啊！咁多位，好呕心啊！好呕心嘅小叫，芝麻筋极度呕心。唉，芝麻筋，好呕心。杀冇必要杀，你不如团田有乜鬼？冇必要杀。我哋太优大佬，我等一张过贼啫嘛，系咪？等张过贼，等张决斗，佢又瓜老衬啦，已经。我所谓唔同佢急啊，稳赢啊！你唔喐，你系稳赢。我哋留张无懈，等佢唔好开咩开桃园结义嗰啲咁就得噶啦，系咪？即系最尴尬就系火攻嗰个位咧，火攻嗰个位啊，想留多啲天香，但系冇啦，算啦，唉，唔想咁咩，有啲危险嘅呢一铺。即系就系火攻嗰个位，佢顺咗张，顺咗张天香嘅话咧，杀刀如果我激昂又冇呢一个天香咁啊，瓜老陈嘅。但系我喺对面一只白板系咪？十物镜冇有镜。诶，做咩咁叻嘅？喂 ，reload 一阵好冇 ？reload 啊 ，reload， 好叻，呕心到爆，系好呕心。哇！大佬，对面个阵系咩阵啊？大家睇下对面个阵系点啊？恩基李典、邓艾曹丕、司马懿张辽、贾诩左慈、华佗御吉都俾一只小乔完杀，黐孖筋劲到无伦都系小乔神将，真系神将嚟嘅呢个小乔，话咁叻嘅话得唔得嘅？得唔得噶咁叻？喂，播一次啦，好唔好啊？等佢顺翻啲先，费事啊！真系又好似叻叻地而家。对面系白板一只，系，所以唔使同佢急，有咩好急？你唔主动出击，佢都冇理符，系啊？我系唔喐啊？点啊？我就系等一张过贼啫嘛，啱唔啱先？我就系等一张过贼啫嘛。乐不思蜀。仲要带呢个弱智仔躺赢，带两个弱智仔躺赢，所以欧洲冇岗位啊，等咯，等待，等待机会啊，好似我呢一铺咁等待机会。呢铺点解魏国同埋群雄会咁样崩咗咧？咁多位，究竟系点解咧？好乸劲喎对面，好乸劲喎，点解？点解最尾最尾？崩咧，全部究竟点解咧？我想知呢铺。
丈夫魂幻和山阴阳藏匿于乾坤。杀。有冇踢波？不嬲都有嘅呢、這个，不嬲都有。唔系真系点样崩咧？其实呢铺有冇人知？没想魂与化油，以辅四方，顺手牵羊。真系估唔到赢到啊！呢铺基本上冇得赢，基本上冇得赢嘅呢铺。无中生有，桃园结义，并去击鼓于此，以至四方。小乔真系一只神将，唔系讲笑。即系话国战最呕心或者最神嘅将真系小乔啊，冇得倾噶呢个，真系冇得倾。幻化于阴阳，藏匿于乾坤，无懈可击。我以为呢一 round 已经要收全场噶，呢个假佢，点解收唔到咧？最尾。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幻化于阴阳，藏匿于乾坤。所以呢个要同个邓艾系咁奶啊，系咁奶咧，等佢输出。幻化于阴阳，藏匿于乾坤。呢个又点样打我呢？这个没必要打我，你等华佗出来好过啦，等他们卖这个假去。哇，真的呕心啊，真的呕心。这波如果你是群雄会怎么打呢？是不是真的很难、啊，即系咁样睇啊！如果佢系群雄嘅话，都唔知点打真系。呢度要留一留牌，呢个冇办法啦。因为咧，点解咧？因为你如果有输出嘅话咧，拆埋假许咧 ，OK， 呢个可以拆嘅，因为佢系咩啊？佢系红心嚟嘅呢个小乔。你输出得太多咧，我感觉唔够天香咧，跟住因为华佗死嘅啦，华佗死完之后就到我噶啦，一定。所以我一定要留多啲天香保自己嘅呢个位。但系估唔到佢有张 A O E 嘅谋士，哇！呢个真系好。这个尴尬咯，这个位你不可以弹伤害二啊，是不是？不可以弹伤害二。其实如果你弹呢，有第二个打法嘢。打法是什么呢？你用土弹这个假虚的伤害二，那这粒土就会没了的了，因为傲战的了，基本上傲战的了。但是我也想留一张杀闪咯，这个位我又不想抌一张土。所以呢個位就彈傷害一啦，因為你如果傷害二嘅話，佢有兵你咧，好鬼煩嘅，最怕兵，即係好怕兵同埋拆咯呢個小橋。所以我唔想俾呢張兵位拆佢啊，但係亦都可以抌土，但係我又唔想，所以就咁樣彈傷害算，誒俾多個雲佢啦，俾多個雲佢。同埋呢度你要記住一樣嘢咧，就係你單挑曹丕係有優勢嘅，呢個係好明顯你要知道嘅嘢。你如果單挑假虛其實都有優勢嘅，但係優勢冇呢個曹丕咁大，因為曹丕係。正宗的就是白板，虽然说左前的云不知道怎但这个是有一个叫做变数在这里，但曹丕邓艾就完全没有变数，是一只白板来的，真的是。所以你是不知道的，这件事要弹死这个假去先。什么除了三踢波打篮球做什么这个记住就不好什么。英魂啊，这个负收益的英魂是。这个不想扔啊，因为留多些天香都是那句。你打死他万一打不死是不是万一打不死呢你执回两张牌呢邓艾搞你呢那这铺你是 GG 的。即记住优势局不用急啊，虽然说这里我们很想单挑但我不知道他两个魂是什么。即如果他没有魂的话这铺我肯定怼死他肯定怼死他。虽然他的群魂应该就不是即不是群魂来的这个但我们没必要冒险下 round 我等什么镜子我们留多些天香。是不是留张无懈应该死不去的应该死不去的我估计。但是怎知道啊邓艾的牌很漂亮啊。
杀刀啦，跟住又系咪过贼嗰啲咩啊？攞无攞魔无踪，过贼顺手啊！黐孖筋又过贼，哇！真系惊到无伦，以为有张蓝牙入侵噶嘛，瓜老陈。呢度系有啲风险噶，即系呢一个位啊！攞魔黐孖筋，一张牌无踪顺手过贼，黐 Q 线。呢度最惊，跟住呢度冇英魂啊！一英魂你会帮佢团田啊，冇必要嘅呢个你慢慢养猪。养猪咁样啊！呢个位落好似冇乜用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落嘅话少咗张天香，人哋一顺咗你张葵线咧，咁你挂老陈嘅啦，已经留牌啊！呢个位唔急，慢慢养。养猪咁样啊！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呢度其实可以火攻自己嘅，咁你又搏个萝卜丝熟，但系我谂冇必要搏，因为我哋大优，冇必要搏。你可以搏佢中咗落，其實就穩陣嘅，都穩陣嘅，係啊。但係如果佢嗰落唔中咧，咁你 P K 啦，你天香得好少，咁你就 P K 嘅啦，冇必要搏啊呢、這個位，攞落算啦。順手天涯，孫氏英烈，必有江東。佢如果多兩張天香咁啊，穩陣啊呢鋪，摸嚟摸去都係好似爭咁啲，係嘛？三張牌得個一張天香，咁我火攻嘅話，其實又抌咗佢。系咪？即系好嘥料咯！呢度四张天香变成一张天香，呢个位就系变成一张天香。其实可以抌顺手啊嘛，应该抌顺手好啲。展示嘅话，佢系气字，系咪抌顺手好啲啊？呢个位系咪可以留多张天香咁样变相？谁占到先机，谁就胜了。可以抌顺手好啲。系嘛？火攻计一计先，火攻我显示张顺手，咁我又抌张街砖顺手，跟住再抌张，系应该抌顺手，唔应该抌，应该抌天香，系嘛？咁我就可以留多张天香，系呢个位打错，呢个位打错，呢个位打错，应该抌顺手，神仙打架，神仙打架。即系贪咯，嗰个位又系想留张顺手，但系谂谂下好似冇乜用。徐三打波啊，咁热啊！咁你有冇兴趣？有冇兴趣？徐三打波，有冇兴趣？应该用家砖嘅个位系咩啊？用家砖烧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哋都系要检讨下，打得唔好啊！呢铺都系。打得不是太好，不唔紧要啦，大有。